去唱那天是吧？就喜欢听那要死不活的，太有歌，点吧，我听到一首。我的离开，曾经给你的爱情把你宠坏。哦，小明，爱情不回来，我又赤裸裸的离开。说是爱，不如说是无奈。小明，小明，我感觉小明像你这样小。不行，我怎么变成你榜二期了？你没入家族是吧？小明，小明点歌不？我唱给你听。我唱歌比我家主播唱歌，他在那旁边唱歌，直接以为过去打了，真打，你知道吗？脸打青了，你看，直接把脸打垂青了。他来
一 A 就好，下个月再玩哈。一 A 是什么呀？一 A 是什么？你不是多久的问题，如果你当时能把自己的心调节好的话，现在玩不想玩了。那你没调节好，但是你一旦刷的很逗，一旦刷我也不想玩。说白了，就像别人刷，刷了很多不中，哎，你停停停停停，你别刷了，很黑的，然后别管。另外一个人一刷就中了，一个月一万这样子，你可以一次性充一万，你也可以一天充一千。算错了，就是一个礼拜，充三天，要就是因为我说了数字，是你来控制的，不对，你每个月的工资2000，你是不是想挨打啊你啊？这样，你以后你娶媳妇，你到哪去告彩礼去啊？你要这样的花钱的话，以后只能娶个二手娘呗。再减少一点，我就说了嘛，现在二手娘呗便宜啊，8000，还一二，今年是怎么办？一二就这名了。要控制一下，你想2000、3000、10000块，一个月就别玩了，是不是？聊着吧，反正最近空，我在群里聊聊。上来别冲手就不要，我说实话啊，拉黑没事，想冲冲再加回来，只要加回来要1秒钟的时间，自己得控制啊。哎呀妈，你活好吗？你凭啥娶富婆？你以为你是场控呢？我家产，你学一下那个，学一下咱群里那个那小龙哥哥，知道吗？人家娶了个富婆，为啥？人活好呀！你知道，你见面给那个什么，那小 BSI 叫啥名？叫什么？一直没娶到一起，又活不好啊！娶富婆，你有富婆那么好娶吗？这两天躲在那个小桥洞下面，下面等待跳桥里面，桥下面那个水蹦，往下跳那个娘们往上跳去救人家，然后人家说什么英雄救美，然后以身相许，真的。这边的富婆可挑了。